盐湖，我终于到了。人接了好多马，你这是贡嘎村，从东拉乡到这个贡嘎村有十几公里的烂路，现在距离日托寺还有几公里，那边山上就是日托寺。现在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现在是晚上7:30了，差不多。这边7:30相当于内地的话5:30左右，像时差相差2个小时。这就是今天的晚上。今天的天空非常的蓝，从日托寺出来，翻过这个小崖口，然后路就成了这样。标是黄湖，这是专业。就在热能乡的这个服务区里面过一夜。